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五个话题啊。首先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目前很多玩家都在就民间之间有非常多的传闻跟传说，就猫师傅的传说，如何评价猫师傅五单只抽到一把西服式的月光这个问题，我们就首先交给受害人，我们来迫害一下猫师傅。猫师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五单只抽到一把西服式的月光？首先这个武器不管是武器还是四星啊，我强烈建议以后加入定轨机制，50、58或者180必定能出一个四星武器。是啊，哦，非常非常强烈推荐是吧？对，之前也是遇到，之前就有很多人他就说过嘛，自己想捞97人，然后100多发都没出一个，就甚至说他草神。他草神零命嘛，他去捞97人的时候，捞完之后草神两命了，97人还没抽到。你是指这一次吗？真的是有人，就是你只要不做这种，就是他抽卡毕竟是真的是很随机那种的。对对对，他这个毕竟是他没有去做伪随机，他没有去巨大的偏差，他没有去做那种伪随机的那种说那种保底机制吧，就是他还是比较接近。他其实有的。就是如果你连续抽到多少次都是人物的话，他会给你一次武器，然后连续抽到多少次武器，他会给你一次人物，但是他那个之间是没有十个嘛，然后对，然后就是他这种机制就会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极端情况，就会出现像我这种的。Yeah, 一开始我是想的抽满仓谷，不是抽满仓谷，抽满月光我就停手，板砖出几把就拿去精炼嘛。灯的话其实可以留一个。后来我的抽取动机就变成了以抽满板砖为节点，然后就是西服赛出几把，看看出几把吧，多少把是吧？啊，然后就真的就只出了一把。嗯，他猪猫师傅他本身是想着抽满金的月光，结果变成了抽满金的板砖。也是不错啊，满金的板砖，他毕竟长得这么帅嘛，是吧？板砖这么大块，就你给尼禄他打衣服也打得倍儿有劲，是吧？满金的。猫师傅，你的那个板砖现在是板砖尼禄是70000多的血是吧？差不多75000的是吧？74720吧，带的花神四件套。啊、哦，四件套、就是、没？对，花神四件套。那你还能提啊？对，还能提到74444，就是因为正常玩家可能对于2+2更好一点嘛，他们要先保证生命，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刷花神其实是比较冒险的。我之所以想去就是说有那个动机，是因为我深渊开盒子的时候给我开了个25生命的花神的花，再加上那个他那个沙杯头都比较好出生命嘛，他不会说特别卡你，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毛毛花出了一个大生命的，其实你就有资格去使用那个花神。你干嘛去刷花神？你闪兵几命来的？他盒子是开出来的，就是我盒子开出一个花神的花，然后我强化的时候直接就强到25大生命。你盒子都可以开出这么好的极品啊？是不是他盒子开出那个花神，你像你凹花神以及凹那个星海的海染都是胚子很好出，因为只有一个大生命是属于最有效的词条。嗯，就是你的圣遗物的来源其实非常多的，只要是四词条带大生命，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去强化的胚子。啊，对，那确实是。然后就是，但是他那个盒子不是给的很少吗？你居然连这都可以强化出那么多极品，你这个人就是平时败人品好吧？就是，然后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每一个圣遗物都是就是什么样的圣遗物能强化出什么样啊，就是多留，反正就是多留心眼吧。很多很多乱七八糟奇怪的圣遗物我都留着，就类似今天我出了一个27充能的冰套。冰套的冰套的毛啊，就是我小号还有一个27充能的那个攻击杀肉啊，就是它是满、哦、好像34来着，它是满词条的，就是双爆，然后那个攻击充能，然后全那个强充能上了，就留着呗，什么时候需要高充能环境。什么时候那个把它拿上来、啊、这种高充能的圣遗物我留的特别多，高充能、啊、高生命、这个、然后高攻击的好像就还
高宫基的现在就是给申鹤留了一些吧，然后就没什么了。啊，这些水友怎么这么多好图，搞得我一边没听到你说什么。我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角色他如果能二加二毕业的话，嗯，我应该能东拼西凑，就是拼出任何一套圣遗物，就只要他但凡二加二毕业，我圣遗物应该很多情况下都不用去刷。哎，不过你满金的板砖也还不错啊，就主要是、哎、不过你现在月光是几金级啊？嗯、你大号是吧？金三，大号金三啊？三星。小号是之前就出了嘛，小号抽一把就行了，大号其实就是想尝试抽一下啊。你查户多少？查户经济、啊、查户现在是有三把，然后精炼了一把，留了一把。啊，原来如此。那个，我翻了一下，我大号其实也只有13把月光，其实也不多啊。就哦，就我以为我挺多的，但是认真数一数，是居然只有13把，就两把合了嘛，合了之后再往下翻，发现只有三把。嗯，挺好的。很好，那够用就行了。哎，不过你这个确实是有点特殊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满金的板砖还是你是主要是你板砖出太多了，你是运气好，你知道吧？你五星出的反而多。其实你是狗叫的那一波的，才会导致你四星武器太少的。你让你抽多一点五星，你就会觉得开心吗？你先把五星拿的还挺好的，其实。那阿光呢？阿光，你这一次。这一次那个，我听你说你也是抽到50多，差不多60，一把月光都没有是吧？都没有。大家不要觉得只有猫师傅这么黑，其实阿光也挺黑的。来，接下来我们提一下另外一位受害者的故事。哎，我比较轻点呢、啊，比起五单来讲，就59抽就一把都没有，就59抽有11个4星，11个4星，那一个都没有。11个4星啊？对，那运气还算好的、哎。哎，好中不好，那也是你紫光再多也没有用。那你有没有捞到什么有价值的四星角色之类的？没有，就好像有一个米卡吧，有一只米卡。哦，有一只米卡，那其他都是不缺的是吧？对，就是绝弦啊，西风大剑啊，侠里啊，啊，吐了吐了。都有满的，不过你的刻度肯定都是那些不缺的。我只有一把月光，我只有一把月光啊。对，我只有一把，想说再抽一把给九旗人，但没有，没办法，也没必要追击啦。哎呀，因为板砖跟那个满砖跟茶壶其实多了也没啥意义。嗯，是。那你们两个其实这一次都不太成功啊，就去垫池子。其实我小号也垫了一些啊，就也垫出来的那个额外的西服式的月光，但是运气也没有特别好。其实实际上在像这种武器池子，你进去捞，它那个出来的概率也是非常少的，因为它五把在 up 的四星武器，想一想就知道呀。五把武器你这个随机掉一个，它还有可能出人物，也有可能出其他常驻的武器，那其实概率非常低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就前面十几二十天可以赌一赌，然后再单抽出多一发子就收手了，就真的不要去再去抽了。这就是不易的呀，他角色吃出武器，武器吃出角色。不过他有伪保底机制的，他会跟你稍稍平衡一下。嗯，我小号这一次九七人好像也是捞到二名了，但是没有出来了，也不敢抽了，因为我小号是我小号是小宝典，但是再往前抽的话，小草的一命跟那个尼禄的一命都感觉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差强人意啊，倒没有他太大的必要，算了，就不管他了。来，我们继续讲第二个话题吧。哎，我自己有点想抽，因为。就是我自己的本账啊，我想要抽武器池、欸，主要是怎么说呢？主要是那个，我想要西服式月光再一把。我先看一下哦，没电多少，来吧，十抽。这应该不会出金的，拜托西服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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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服式。哎呀，不是你。
那西普斯不是你啊，走开米卡。西普斯，西普斯，再一抽吧，再一抽。哦不不，刚刚出米卡，所以，西普斯，西普斯，西普斯，啊，没有，拜托了，拜托了，お願い，お願い。我已经想到那个 3.7 的那个猫娘了，因为猫娘她是看就四星嘛，四星的话到时候感觉那个都五星也没有星五星，所以角色可能都有了，也很尴尬啊。好、哦、这捞四星最好最可怕了。哎呀！哦，来了，拜托，拜托，剑，剑，剑！啊！嗯，怎么那么难呢、啊？哎呀，怎么这么难呢、啊？幸福之月光！啊！我破出去了，十抽！痛苦啊、哦、整个痛苦起来了，哎呀哦，焦虑啊，这哎你给我两把四星啊，那都是那什么东西，哎别啊啊，这难受了，这哎呀难受了，难受了，难受了，西普斯啊拜托啊，西普斯，哎，再出一个金，差出一个四星吧，拜托啦，拜托了，拜托了，哎，算了算了，冷静吧，冷静吧，算了，太毒了，太毒了，哎，太毒了，太毒了，毒爆了，这太毒了，裂开，不出了，不抽了。那两个五星我都有了、啊，我已经有这个夜壶跟这个任贤了。哦，上头了，就这十八，就这十八，就这十八，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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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今天带出就出一个西不是月光，什么鬼？哎呀，过分了！哎呀，啊，哎呀，我还两把，喂，哇，什么意思？哦，哦，心好痛哦！我操，心也太痛了吧！啊，哎，奇怪，哎，这四把武器，这四把武器我刚刚都中的不止一把哎。我都中了不止一把哎、欸！别出金啊！啊啊哎，奇怪，哎，这，我怀疑这个几率有暗改吧？这。哎、欸，操！这几率啊，有没有调啊？我操！什么鬼啦？哎、欸，不是啊！哎、欸，这有鬼吧？哎、欸，有鬼有鬼！我四星明明出这么多，有吧？我四星真的狂出，他、啊、怎么就唯独西普斯月光不出？什么意思？哎、欸，这四把我刚刚都出了。都各自出了两三把以上了吧？哎、欸，奇怪！哎呀，几率是不是有特别低啊？哎、欸，
抽取几率都是75%，放对。啊，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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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哦。我有点怕哎。拜托啊，四星，你赶快出纸吧！哎，我没有算呢，我到底抽几抽了、啊？我没算呢。等一下，我是不是很危险？等一下，我是不是已经很危险了？我是19000，然后又投了20发，我是不是已经垫了6000了？哎，我这样好像已经很危险了。等一下，好像要金了。对啊，我也没垫多少，而且已经投入20，然后差不多了。13000。啊，等于说投了至少6000抽下去的啊、哦，差不多要差不多了，不要了，快70了，别的，停了，看、啊。